注意看，蛋仔岛的虚空白茫茫的一片，非常可怕。倒霉蛋子不慎坠落虚空，我们不会死亡，会复活在蛋仔岛。那么如果我们把龙蛋直接给它丢进虚空，它究竟是会死亡还是会复活？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不好奇吗？众所周知，龙蛋它居然还会动。如果你见过龙蛋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龙蛋它是一个非常坚硬的蛋，我们从楼顶把它直接丢下去，它居然是不会被摔碎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完好无损。并且此时我又借用了道具，我用了部署踏板，我想把它直接给弹飞，但是我和学姐发现依然是失效的，它的壳太坚硬了，根本干不掉它，它不会死亡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把龙蛋直接踹下虚空，看它究竟会不会嗝屁。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龙蛋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 Later. 就是趁现在我临门一脚，龙蛋和我一起跳了虚空，此时我在岛上复活了。但是我和学姐发现我的周围根本就没有龙蛋，而龙蛋刚才是和我一起掉下虚空的，它应该和我复活在一起，但是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龙蛋。所以说在蛋仔岛中千万不要把龙蛋丢入虚空中，不然它真的会嗝屁死亡，你们知道了吗？